你一直就是睡醒，然后这样，并不会。然后不动的话，你不会睡到饿吗？不会啊，我会睡到饿过头就不会饿啊，饿过头就饱了。没有睡到饿就会自己爬起来吃，所以我没有那个睡觉还可以减肥。仙女，那边也是他们没有啊。哦，字好大，好开心哦。瘦到脸都字很大耶。没有在推行不健康的瘦身模式啦，就是哎，现在呱呱的红玫瑰，谢谢。我没有在推行不健康的瘦身方式。但是我发现我们就是我们团队好像大家会变瘦，就是这种变瘦的方法。你觉得有差吗？妹子就是这样子很瘦，妹子也不爱吃东西吧。你觉得有差吗？有没有差？没有，我问他们画质有没有差。我在做调查。然后李梦变瘦也是因为她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就不是睡掉。一天一餐，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变瘦啊。因为你其实晚上不会吃什么东西啊。啊，而且我跟你们讲，我有跟你们讲嘛，我下定了那个两公升的水壶。下定了。李彩杰喝水，小花，不可能，啊、不可能。到时候哪一天喝的比多，差的都是绿茶。就小心一点，我皮肤会更吹弹可破。呵呵，我就笑笑。来看看，哎，有啊，有开，你们知道什么？有开美肌啊！在雷啊！你们什么都没看到。在雷啊！开没事吧？我要把美肌开到最强。很重，就是因为我现在最近都也不要开那么大的美肌，就是因为我最近都待在家，我就想说在家我就可以用那个两公升的水，所以我红润是什么？前天的，哎，哇！我要开磨皮。算了，我最近痘痘有比较好，喝了那个超难喝的茶。反正某一天的深夜，我很不想要承认，但好像皮肤比较好。对，我本来以为他们很快送到这。你不觉得那个牙齿的缝洞变小了？然后其实没有很快。那个洞变小了。还好啊，就。哎，用平板播，我这样子就看得到字哎。嗨嗨大家，等下再来打招呼。因为会，要继续喝，还是会继续喝水。胃里面有装东西啊，然后就突然如果装了东西，然后胃就苏醒了，就不会已苏醒，然后就开始会饿肚子。现在奶奶超大罐，我已经很久没有买。结束了，但奶奶又弄了一个超大罐的给我，难喝的药。哦，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说，哎，我也想买，他就叫我买，但我。没有，这个是水，我现在是喝水。你是不喝水，我也是不喝水的、啊，但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已经苏醒，我现在努力喝水，好吗？现在线上课程就在家努力喝水。他不是那奶奶自己炖的，好像是蒲公英、鱼腥草跟啥？但是蒲公英、鱼腥草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喝不到两公升吧，一天喝很多水，还有一个是什么？一滴不沾那种类型，我忘记了。我是啊，我就是好了，不穿心莲。饭菜里面都会有穿心莲，但是我是完蒲公英、鱼腥草、穿心莲。他说这三种，就是我是喝饮料，真的是啊，真的是哭到爆炸。我都是喝饮料，左右边不一样是吗？真的假的？我就是不用特别减肥，我也不会感到饿，然后我就可以就随便想吃我可以吃的东西，也不会变。偶尔那样吃。嗯。他现在抗拒喝水，我应该没吧？以前吧，是这样吗？现在就是、抗拒喝水。这样吗？抗拒吗？我很抗拒吗？其实。没了，什么意思？但这才是我平常看到我的样子。但是我真的。这样嘞。就如果水跟饮料。重点是我们家就是会一直有饮料，所以我永远都喝不到水。穿心莲超酷，啊、超难喝，超难喝。小青菜也是会有水分的、啊。更新过，你用洗完了就可以了。你看一下，这是这样剪好，那就这样吧。水的这个平常看到。我不喜欢水。所以现在这样对吗？啊，但也没有那么不喜欢哎、欸，就是它
有一个框，可能他有设定跑掉，因为我现在是用 iPad， 不一样，不一样。好了，来打招呼吧。下礼拜会考，现在先不用吧。对，下礼拜会考哎，现在几号？哎，哈哈，鼠标课本，哈哈，林果，哈哈，包子，哈哈，泡泡。九号，九号。九号，下礼拜。嗨嗨，猴子，嗨嗨，阿北，嗨嗨，听，嗨嗨，九蛋，嗨嗨，青海，嗨嗨，首天，嗨嗨，霸王，嗨嗨，听，嗨嗨，阿龟，嗨嗨，杰克，嗨嗨，四七，嗨嗨，芋头，嗨嗨，波波，嗨嗨，听，嗨嗨，四号，嗨嗨，小叶，嗨嗨，嗨嗨，阿卓，嗨嗨，命，嗨嗨，五道贩，嗨嗨，交通标志，嗨嗨。阿鹏鹏，哈哈，查理，哈哈，游戏 hero， 哈哈，国术，哈哈，梦涵，哈哈，明亮金鱼，哈哈，冰彩神，哈哈，竹轮，哈哈，洛克，哈哈，北极熊，哈哈，奇月，哈哈，波尼，哈哈，洛丽，哈哈，花生，哈哈，奈奈，哈哈 ，dragon， 哈哈，明晶。嗨嗨！哎，我会考真的。嗨嗨，我还有谁没有嗨到？他还冰特拳，他还冲，嗨嗨！会考真的超级 lucky， 大学测没有。嗨嗨，灰灰，嗨嗨 ，Alex， 嗨嗨。会考可以啦。会考勇哥，嗨嗨，安德鲁，嗨嗨，他爹是什么吗？哇，嗨嗨，郑源，嗨嗨，冰特拳，嗨嗨，灰灰，嗨嗨，冷平均，准备考也陪你，没问题。哈哈，人哥，哎，对，人哥，你要不要把你的一百天放精选？这样我比较好看。这样我比较好，这样我比较好，这样我比较好，可以回味你之前的一百天。哈哈，烤焦，哈哈，麦布，哈哈，烧安，嗨嗨。嗨，吉米周，嗨嗨，思睿，嗨嗨。哦，对，我考完。豆科，哈哈，阿鹏鹏，嗨嗨，余哲，嗨嗨。学测也是啊。今天谢谢都在掌声鼓励。还有没有人没有念到？对，要调镜像设设定。嗨嗨 ，Uno Uno。但在座各位都比我聪明。嗨嗨，乌鱼，嗨嗨，北渊，嗨嗨。麦普，嗨嗨，拼拼，嗨嗨，阿轩，嗨嗨 ，Akira， 嗨嗨，俊辰，嗨嗨，叶辰。今天刘海不一样，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刘海。聪明。嗨嗨，弘毅，嗨嗨，保罗，嗨嗨，李坤，嗨嗨，灰灰，嗨嗨，月兔，嗨嗨，哈雷桑，嗨嗨，冯甲伦，好啊，抱歉，等等，不会啊，没关系，可以看我，可以看，很开心，多么美，你很不会讲话，我每天都美，哇，有人会害怕的话，我很喜欢这个刘海。谢谢阿基拉的猪猪你哦。对话，但我还是会很漂亮。嗨嗨 ，OK， 彩虹，嗨嗨，黑杰克，有没有嗨到的可以跟我谈？开放太多人了吧？中专还是本人哥？你们比较喜欢那种非常齐的贴刘海，对，刘海是吗？刘海还是像这种？我也很期待表演。真的大眼睛，今天好可爱，每次不可爱，每天不可爱，我每天都可爱。这刘海很容易扔掉啊，不会啊，可是 是很容易直掉。谢谢婆婆的行李箱。对，长刘海的造型，可是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可是因为台湾湿气太重，所以常常会直掉，大概只有室内有办法做这种造型。OK 啦，希望能成为握手。然后采购真的是挑战，加油，阿普鹏加油！是你都好，这么会讲话，努力保护好自己，这么会讲话。为了谢谢好评的追踪，旁边开动的，蛮喜欢这个的。人哥居然跟婆婆会互嘴，好笑。真情道白衣，谢谢。贴刘海适合可爱，长刘海适合性感丽，萌度上升。你们最喜欢哪个？我比较喜欢这个刘海。这个吗？我们在讲不一样的话题，但你的话搭到了我的话。不是啊，我真的是搭你的话，但我不知道你这个刘海跟平常差哪。哦，平常。这是没有
没有，就是有洞有缝的。是哪缝？有啊，就是比较一撮一撮的感觉啊。然后比较长一点，然后平常是贴，然后短一点点，然后可是是。是这样啊。我也觉得这样。平常看起来很呆，你平常看起来刘海超硬一片，然后又有会有布丁这样一半，你像一个玉子烧。想怎样？想怎样？我在接什么？所以我想接一下。我就玉子烧。我就玉子烧，他呆不是因为刘海，很好吃的玉子烧，加起来抓可能救救你哟。海苔，他现在是海苔啊，海苔妹。耶、yeah. 啊。有，我在回他们，不是回你，又海苔妹耶、yeah. 哦。哈哈，想说这么开心。海苔妹耶、yeah. 好开心哦，海苔妹。Hello、啊。有看到新的生写真了吗？我很好看，我有锁骨也有肩膀。你穿哪一件？跟你同一件。你干嘛学我、啊、你才学我嘞。我先拍的。哦、oh, so. 学你才学。我喜欢。你喜欢吗？我是白色的。对，其实我已经修好了照片了，但我在犹豫什么时候要发。对，我在犹豫要不要等到假日再发人比较多人看。但是好像只是好看的夸张，你都还没看到脸，你们只看到锁骨、下巴、肩膀跟眼睛而已。你们那有看到全身，你们就很想买。但是我，哦，我跟你们讲，我不会觉得这样的好看。就我需要下锁骨，哎，我还是有锁骨，好不好？虽然有点胖。整体就色调是暗暗那种，但是很不招黑，因为很清楚，照片很清晰。那我就在想说，不是、啊，不然你要大家买生写真，说画质很低的照片。就是我自己的照片，就IG上面发的。我想说，不然说生写真要那个画质很低。画质太高了，就很糟。大家买生写还要买到画质低的生写，你这样有招和感的。隔壁无情走火，什么意思？什么无情走火？谢谢抓可能赞助，告白。公片段好看，整体不很难看，是吗？我搞不好就把最好看的片段拿出来啊。有你叫买，我的饭嘴真甜。是吧？因为自己最近照一个拖在家一起下去。昭和是几年？1988。付费解锁高清版。付费买生写解锁。更多的李李李，他就是有点朦胧感。我在那个纸笔上面这样，你要的朦胧感。蝴蝶结感觉真的像你平常会用的发饰啊，我就浮夸、啊。谢谢欢迎战士的浪漫旋转木马。我每次都觉得我在拍生写，其实没有那么。大家的那么不便，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我平常会穿的衣服，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人要平常就帅气啊，可能要穿那种比较浮夸一点衣服，他们就觉得啊，好奇怪啊。但我就是平常就是会穿这么浮夸衣服，所以到我身上好像其实还好。只有7天，昭和只有7天。我那通票什么意思？谢谢谢欢迎战士的浪漫旋转木马，谢谢。谢谢虫的真情告白。哦，1月，是我说那个全身照、哦，要排版，要没有那么快，要等一下，没有那么快。我现在先修的是，那个就是自拍的，对。就是全部照片。昭和有哪些代表？不知道哎、欸。因为我 QAQ， 谢谢阿鹏鹏的宇宙120。应该有人发了那个。这么早也可以，因为我已经想好我要发什么，而且它符合排版就很快。浮夸日常，对，本色演出李李李。哎，蓝品君，你居然跟你同学推，他居然跟你喜欢一样的，你有没有考虑要拉他入坑呢？入股历历不亏哦。嘿嘿，嘿嘿，他这样朦胧的也看不到。不会啦，开玩笑的。哈塞上空翻哇。哎，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我的真的很难抽吗？很难抽啦，很难抽。那韩寒的很难抽吗？还好啦。会吗？搞不好你的很难抽啊。
谢谢泡芙大叔的你能对我们公主他还是红在乎排版的话都发几颗星是红我要强制在你后面挂一颗星在乎排版他说西米德斯握手会见他是一场握手会见拉人入坑为什么在闪笑不要笑的握手他喜欢啊搞不好他看到我就会以前的文化我就会把我生日那篇的那个文因为拆很啊，黑发啊，黑发的李丽丽啊，不过下来他搞不好看久一点，连我咖啡色他也喜欢了。南窗要落几天？你们真的真的加油！纸笔的我也是很可爱，可能更可爱。我觉得，我觉得很简单，是不是？我放弃。帮你们 QQ， 我觉得没有，然后他们说有一点点，他还攀升，但我觉得还好，可能我原点原本就很圆了吧。曾经过了一年，没那么夸张好不好？有啦，真的。你每次都在那边自己在意，实际上我看不出来，好不好？真的好不好？你问大家，少量多餐。过了一年哇，你们两个都不好抽，他含的语气是在抱怨吗？点了，等李家姐妹放放情报机器，机器，你们的都很难，哎，我们的都很难。谢谢，谢谢。我怎么真的把他们快还掉了？哦，查查，好想看到查查本查哦。看得出差别。查，想看查查本查，想看大家本人，但现在没办法。你只能在家好好照顾自己了，我也好害怕哦。谢谢东影的救救你哦。有凹对吧？对，有凹。我下巴是歪的，这边比较，就下巴不是两个这个吗？谢谢东影。快解放了，现在快来看你们！我也希望一切都赶快恢复正常。查查真的很稀哦。糟糕啊！快找查查点很糟，暂时无法忙啊。QQ， 好想看到查查本查。好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他有去读中，没有，我是说就是近距离的。近，赶快近距离的看到大家。不是啊，你知道，而且其实握手会每次都隔这么久，就觉得很希望他可以多一点近，多一点就是密集一点。而且其实有的时候都会记得大家的脸，可是很少机会能够脸跟名字合上，就是因为都只有看到脸跟看到名字，然后可是都不知道谁是对谁，而且现在对啊，现在又戴口罩，就是因为太少那个什么合照会，然后握手会这种，现在剩眼睛，记100个眼睛这样。对。然后还有那个大家散发的氛围来靠认人，还记得记得啦。我有看到粉丝就是握手会，强烈建议做一个名牌，我这边也建议做一个名牌。我觉得做名牌好处是就是可以比较快记住，真的有差，真的不是因为不记得名字还是什么，是。这样可以增加速度，因为现在只剩一只眼睛可以，而且不是重点是，然后你讲话又听不到，也有隔板，又要戴口罩，看不到口型，然后就很痛苦，就是到底在讲什么啊？然后我每次就是，我真的很抱歉，一直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但我真的是听不到，我认真听不到，所以我拜托大家带一下名牌，真的要带名牌。这个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今天第一次来我。是见面哦，线上不用戴口罩，可以好好认一下。对，哎，那可以一半线上一半实体吗？不行吧？有这个方案吗？有人这样子吗？好像也没有说不行啊。不行吧？要全部都要一起转啊。真的吗？对啊。越来越有余裕去注意要用右脸，对。每次戴个大神功。全转。好。はじめまして。上次戴同一款口罩进去第二次，我听成叫我，是我吗？应该不是吧？没有，可能第一次可能要戴麦克风去找，这是没什么经验，叫。OK，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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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那个吊我听成叫我，知道啊，决心啊。哦，是哦，然后就我不知道，掉了一张卷，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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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给我，好笑，非常的惊讶，没手，没手，好吧，再掉一张卷，那就是分心，分心。好笑，只要怎样可以掉一张卷啊？他们觉得很奇怪吗？啊，就听说啊，没有 Miso 知道吧？ Miso 知道听说这件事吗？但不转 ，OK。那不转的大家也要那个注意身体健康。好笑哦，救命！我很害怕，我就是传染给你们那种。但我会快塞啦。我有另外斗牛喝酒。可是我觉得这种时候能见到面已经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了，因为现在这太可怕，我也觉得好可怕，我都没事不出门，我已经待在家里好几天，我已经困在家好几天，我几乎没有什么走出门，我觉得太可怕了，我除了打疫苗以外，我好像都没有什么走出门。谢谢。叫我被寒蝉值得纪念，可是不知道是被我被救起了，这是米索，米索，米索，还是米索？拜拜。都每天快塞。这也是红的爱的玫瑰耶。你们有看那个吗？大家在看影片没有？我都在耍废。我有讲过这个吗？你有看过捅鼻孔症吗？有啊，林晴晴。对啊，很漂亮哦。我也想要弄捅鼻孔正妹，我也想要。你捅起来不会变正妹吧？你安静。你捅起来不会被 PTT 寻找。没关系，你捅起来不会，因为我们都没有鼻子。对啊，我捅起来不会。我们没有鼻子。我自己知道不会，我不会想到捅鼻孔正妹。他们可能会说我鼻孔应该很好塞，是莉莉。谢谢想说的闪光星星，谢谢。因为伏地魔，我没有鼻子。而且，谢谢 CKU 的甜蜜爱心。不是在团内甄选人选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顾身体。我不知道这个，但我知道有。你家的鼻子怎么了？我是伏地魔。哦哦。我。不是打疫苗了吗？打一剂了，我真的是要昏倒，我插了电，我没有开延长线。你现在怎么了？谢谢爸爸的啾啾你哦，没有，我插了电，忘记开启用电源。没鼻子看见了。好哦，好哦，什么？没开店。大家听到，但好像没有，所以我就。曾经一个精彩没开店。谢谢主布伦的闪光星星。我哪是李涵涵？我有鼻子。谢谢冰彻玄的紫普的守护灵。我怎么不知道他有？我怎么不知道？好，那我现在不知道要讲什么。谢谢爸爸的啾啾你哦。有母亲节在做什么？吃饭吗？有人没有母亲节过到的？ Yeah. 我们昨天，妈咪这礼拜煮了三次饭吗？有点辛苦哎，她这礼拜有三天三次一直站在厨房里面，好累哦。跟外婆吃日餐，她真的快截止喽，她真的快截止了。Yeah.噔噔噔！哦，明年对啊，昨天是奶奶，奶奶来吃饭饭。对，线上跟现场哪个好？有与我也不知道，各有各的好吧。是两天的披萨。下礼拜是外婆，对，一直叫披萨还是？是的，没错。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线上过啊。能看到都好了，
疫情的期间能看到的话，可以啦，能看到就好。我好久没有看到娜娜姐妹，能看到的话，找不到边边约。我只要能看到，我就知足了。之后再说。一直叫披萨，我妈特别爱吃，真的假的？可以连吃这么多片披萨、啊。而且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上礼拜母亲节就跟外婆过，然后又跟奶奶过这样子。然后都有就是买蛋糕，这张机没事了，没事。母亲节的蛋糕要插蜡烛。娜娜嫂，你现在会？我们都插蜡烛的时候，我知道啊，可是就感觉不要跟大家抢名额。母亲节快乐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母亲节快乐。说好像不讲，我不知道。说会吗？我们现在叫披萨，怎么那么多人吃披萨？现在切好前几天吃披萨，比较少过节。有啊，娜娜前辈有回我。我就那样传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说谢谢。你们不会唱歌哦？不是啊，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只能在那边唱奇怪的歌，就是完全前辈没有那个，完全没有。哦，反正就前辈回我一段，然后我就下一则回他说下一则回他讯息的时候。然后我就最后一句写 Daisuke， 然后前辈就说 Watashi mo Daisuke， 然后用一个那个头像这样，然后爱心，然后闪亮亮，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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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Daisuke， 披萨。披萨，炸炸炸炸炸！不会吗？母亲节要吃蛋糕？没有，他只对我。是不是因为长辈比较喜欢吃蛋糕，所以母亲节都会买？不知道哎、欸，小雪。对，除了听妈妈的话外，还是想到什么歌很少。就放在公司回答，不会啊。姐姐对手团，对，你们不是公司对手吗？对啊，摆出一点对手的样子好吗 ？Margarita Rocker。这不是公司回答，他们不会对你们讯息这样子、啊，他们只会对我这样子。还有彩西前辈，对我传我的心我大好き。还不是因为你拿刀架在人家的脖子上？哪有？哎，没了啦。拼图不是已经拼入披萨？对，是炫耀。对啊，就是炫耀。是披萨还是披萨？我怎么知道？叫他醒醒，他没救了。你醒醒啊！从你的美梦中醒过来。我一直都是醒着的。一点都不清醒。团长龟呢？都兼任了。我前几天就下载了755。浪漫旋转木马。755。他在披萨。他在披萨做什么？团长啊。披萨的团长。他可以有两个团长哦。没有了，开玩笑。你问可不可以出现？这样不用测试，他为什么要出现？副团长，不要这样说，我还真的有想过，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没有，真是糟糕。七五一样可以被毁，我知道啊，但是什么？就是OK， 狂连七五没有，我才不会，我才不会，我才不会，就是讲。还有谁叛逃？柏林啊，还有谁？手机信 app。755要怎么解释呢？755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就是它是一个。有人会解释吗？我不会解释。蛋糕好像是伊格兰写出过来，伊格兰。披萨也偷看记者会，披萨有记者会。有一个账号记得追踪。披萨有记者会，有吗？有啊，记者会我有去、欸。你有去？披萨记者会我有去，然后那天我好像是拔完智齿嘛，我根本不能吃。他们表演了、哦。忘记了。披萨在表演了、哦。他在，那就是他就是探讨的人呢。柏林现在直播已经接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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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og， 班长讲不到十句话，
类似吗？披萨，披萨，有粉丝剪辑我很努力要学会看这些。OK， 而且我最近很想发一点 real 的影片，因为是不是先不说那个潘周丹跟那个潘多么久，那是什么？娜娜厂今天有传啊。谢谢博传的浪上野朱冰冰，下播查一下。OK。因为 Rio 的触及是比较高，比较多人那个会看到。11月14日，娜娜很可爱，用蛮久之前。很少，也很少在用了吧？成员。可是娜娜厂有时候会传，所以我就去下载这个。推特可以单篇回复，然后转回自己的文章。感谢查查解释，半年留一篇。七五会很花时间，应该还好吧？很常用。七五五是专属 AKB 的 app 吗？还是很多地方都有？谢谢幻影战士的爱你哦。有很多那个类似 IG 版的，对，是大家，然后大家都能看，但感觉好笑的影片会更多人看。我想一边吃我的面，好啦，可以吗？赶快啦，从我那边到你那，一共5部，可以啦，5部应该到得了。那你劈腿，然后2部完，还是我们录一个版本，跟你说从我那边到你那，一共2部，然后你就叫两个。下两个大吗？怎么样？不然就照片换灯片，大家剪，帮我学习一下。这应该滑到很有质感，那就先不要。很多人都有用这个。笑死！但他可以展示一下他的那个武功啊！我怎么已经一个小时了？我有做什么事吗？我怎么就播一个小时了？我觉得过很快。红油抄手面，因为我饿了。什么？没有啊。感觉是感觉十分超能力，一直都有。我就觉得奇怪，我明明就跟他说我要加辣，但一点都不辣。因为跟我们过的关系，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差点就忍住，对啊，为什么？那推荐大家去看《爱上哥们》哦 ，YouTube 就有了。你说我难怪会变胖是不是？看哈。你说我难怪会变胖是不是？说《爱上哥们》啊。没有，你刚刚说会胖。谁说的？你啦。都不知道。谁是你啦？辣味结晶没有，我就是很想吃辣。很想吃开饭。OK。我很想吃海底捞诶，突然。我想吃开饭。我想吃辣。不知道看到什么还知道的东西很想吃虾滑，一直聊天大家不是觉得很快，紫萱台什么紫萱台，噔噔噔噔，中文塔，什么是中文塔？中文塔是什么？中文塔，中文塔，什么意思？建成的爱的玫瑰，我也不知道。被打脸的海底捞，什么这游戏的梗吗？一家昨天的 real， 一家真的 real。快乐时光怎么过那么快？他们就吃海底捞、什么意思？小心知道。我要看一下。中文塔，我不能看，大家不要霸凌我。为什么会找不到人？我都跟成员们去吃、他们都不敢吃辣，然后结果。结果他们都可以接受。是中的文蛤吗？但是文蛤是什么东西？看一下。文蛤是什么？文蛤，很好笑喂，很好笑喂。前天去打英雄联盟了，第三集还好吗？姐也刚打哦。中文蛤，大声一点。挺好笑的。中文蛤，不行。中文蛤，什么东西？我知道了，这是蛤蟆叫文蛤，然后它是中的文蛤，
然后他们看成中文哈，然后嘞，就是他们看错啊，真的看错吗？你真的是一个段子，是不是要看影片比较好笑？我现在没 get 到，就是、啊、就是中文，凡是中的文哈，但我觉得。这我觉得还好，就是我听他的烂梗，我有点听到，听马来西亚烂梗听到免疫的，就是哦。完了，我现在笑点已经太高了，我现在没有办法融入别人。哈哈哈，好笑，好笑吧？看影片才懂，店家表示是中，这个我懂了。你看啊，对啊，你要看吗？好，我看。破音的中国文学，不然就不一样意思。他的梗我听太多次，有点听到烂了。中文啊，中文啊，这个还好吧？我觉得还好。中文哈，我现在笑点就是我没到你没了啦。你的笑点也蛮奇怪的。没到你，臭妹到你妹，什么问题问题？还好。我现在开始对王丽佳的笑话免疫了。那你要干嘛？要再看一次？很好笑吗？中文啊，不行，中文啊，好，我要来念吧。我要来看大家都留什么。明天也有直播，从我妹，从我这边到你那边。中文啊？然后握手会跟我玩这个，从我这边到你那边。今天一小，对，今天一小，明天。一个半小，好闹。今天也是7:30哦，这感觉我们追不上。中文啊？那表示我讲出来的东西，你们一定会觉得好笑。好的，这样会可以试试。你们笑点很小心啊？一张全是这个东西吗？进去就先说这句。那你们在消毒的时候就开始？是的哦，我从到里面讲五岁开始学跳。从5岁开始学跳舞。今天的线动是今天拍的，对啊，我当下拍的，拍完我就发了。一共5部。冲！冲咩？一共5部。3、4、5。太短。臭面大里面，一共。臭面大里面，一共。那个哈也要。我的音调是对的吗？臭面大里面，你去查从我咩到你咩。这个比较好笑。好，从我咩？那你讲从我咩到你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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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5部。1、2、3、4。错了，我还没拍好。不是吧？一共5部。1、2、3、4、5。我一二三四五，对啊，1、2、3、4、5，没有1、2、3、5，1、2、3、4，然后4到5的中间，五一起，真的啦，五，你看。我要对你讲，还是我对着你？臭面到你那边，一共五步。一，你不用吸气，你不用吸，你不用。哦，不要吸是不是？你不用吸。不用一。不用。他没有吧？我看一下。演员培训班。那是要剪接啊。没有吧？他没有剪接吗？好，你继续。
从我面到你那边，到你从我从我面到你那边，从我面到你面，一共五步，一二三四五。念一下，打嗝是。你是是不是是你要吸气进去？我有啊，没有是，你是大哥。你要吸气进去，我要吸呀、啊。止不住，真的是好累啊，会长啊，不然你啊，不然你这边那这边到那边你来，然后我从那边到你那边，你看你咩你咩，一二三四。没有你，你也是很像打嗝啊！哎呦！左面、右面，一共五步。一共五步。好，念吧。从我面到你面，你是这样过了时间。尊重。没有再尊重的。臭面对面，好，今天的第十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我刚的花生有点那个歌感，谢谢花生，谢谢。花生是。第九名是金米粥，谢谢金米粥。一二三。第八名是国成，谢谢国成，谢谢。第七名是九蛋，谢谢九蛋，谢谢。第六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谢谢。第五名是林果，谢谢林果，谢谢。可以啊，今天应该可以一瓶吧，还好没有。第四名是最近比较常喝水。包子的霸王，谢谢包子。为什么会一直变霸王呢？干嘛？第三名是思豪，谢谢思豪，谢谢。第二名是抓坑，谢谢抓坑，谢谢。第一名是欢迎战士，谢谢欢迎战士。再想要开两个还是一个半？看我累不累吧，因为现在才四十分钟而已。呀，我如果累，我再早一点下播。早一点下播。谢谢志玲哥的一封信，多喝点好的。好小，好香哦！是的。谢谢虫的啾啾你哦。好，今天更漂亮。好，谢谢大家。谢谢林果啾啾你。太漂亮了，我怎么可能？拜拜。谢谢睡了看完，就是你哦。拜拜。耶、yeah。明天见哦。拜拜。耶耶耶耶耶！人家还行。蛮流行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以过去，他但就蛮可爱的，蛮可爱。有我可爱吗？有啊。哈。哈。笑话。我就笑笑。笑话。
天可以比身高最高？没有哦，我才我几公，我165而已。我们很多170的成员，我很矮，已经算高了啦。你的梦想身高是多少啊？我158。哈，你想要变矮哦？对啊。为什么？那其实高一点也还好，现在这样就还好。我想168哎。我想168。168干嘛？就是比较，就是身高比较高一点，再高3公分。啊，我喜欢高一点哎，这样看起来穿衣服很好看。为什么你要在这？因为所以。为什么？你的身高是我梦想身高，但165很刚好啊。160我觉得差不多。不考虑170有点太高。人家不是都说那个170以上的女生很难找什么，找另一半还是什么之类的吗？感觉168就刚刚好。我喜欢158，不觉得这是一个可爱妹子的身高吗？158的人感觉都很可爱啊。但我喜欢高一点，不然你的身高分我好了。啊，你这样下去，我上去。分啥？我现在稍打断腿。那我腿超长的，我的脸。173的穿克制穿高跟鞋冲动，邱炳涵都跟我说，我跟他一起不要一直穿高跟鞋，但我还是很爱穿高跟鞋。是不是其实就是身高比较矮一点的更不喜欢穿高跟鞋？我没说，他没有说看不出来。要不然请差一点呢、啊？哦，对，我忘记了。讲的好像可以分一样，什么可以分？是不是你刚不说？哦，对。我每次讲一讲都自己忘记。我就158，158很可爱啊，可爱的身高。对，我喜欢穿高跟鞋，却非常不喜欢。太高男生会有压力，但就想要长高一点，穿衣服很好看。矮一点很容易被说可爱。对啊，我明明长了一个可爱脸，但很少人说我可爱。他穿再高都没有效果，好像也是。168也是很不错，是没错啦。就是。现在男生最喜欢什么身高啊？你们最喜欢女生什么身高？150几吗？我猜158啦，马上猜158。我猜163。而且我看那种少女漫画，女主角都是158。我猜163，163也差不多吧，蛮刚好的。就165。但台湾的话，感觉163。163差不多。但我也喜欢158。165。我不知道怎么对158。你们是不是因为我165？你是因为我165才说165。那撇除他165好不好？先忘记这件事情。人对还是什么都对。照韩寒的逻辑，我就是少女漫画女主角，要那个就是第一天就撞到学长啊，学长，然后还有那个美美这样叠在那个学长。学长就会把你接住啊！你怎么了吗？哦，没有，我刚刚赶着要去第一堂上课，请问教室在哪里？哦，咬这个吐司。咬吐司，吐司根本不会，吐司跑一跑就断掉了，好不好？不会有人咬吐司。嗯呐。日本一段漫画都画女主角咬吐司、骑脚踏车、咬吐司跑步、狂奔。吐司根本没有办法。就不会有人看到有人在路上咬着吐司狂奔，好不好？没有衣服也爱的学校，身高3.3，他们会冲到你不要笑死。自己的身高减12公分，哦，是这样哦。文件要洒落一地。我最喜欢看少女漫画了，我都幻想我是女主角。但其实很在意，不在意，但其实很在意。对啊，然后其实第一眼就喜欢上女主角，所以咬吐司会被噎死。发棍，你咬发棍，那个男主角会被你刺穿。好好笑。
我的身高就是我是158，我的幻想是那个男的。其实会软掉，对呀、啊，那吐司根本没办法咬那么久，好吗？人家直接从腰嚼给他，根本不会有人咬吐司，好吧？两个背一起吃着，也没那么近。男人好可怜，只能背。没办法过吐司刺穿，感觉好痛。啊、哦，下山倒流。有人在场有女生喜欢看少女漫画，跟我一样吗？我好喜欢看少女漫画、啊。好可以看比较久，那应该不能鲜奶吐司哦，它水分太多，很容易那个吞气。该要阻止哦，那是口水吗？纯粹小孩子穿的头发结。我喜欢看少女漫画。西分，八公为什么喜欢说五星？八公很硬哎、欸。贫穷贵公子没有哎、欸，但我最近有在看日剧，我看那个《求爱幼幼班》，巨之风魔有演，少男跟少男，例如，他在讲刚刚说的那个《求爱幼幼班》那个日剧，在讲那个。就是他们有开了一个，恋爱諮商的地方，就一个女生，然后他就开了恋爱諮商的地方，然后就是请三个，一个好像是被女友戴绿帽，一个是很花心的，然后看到谁都说喜欢的，然后一个是喜欢看少女漫画的外国人，对。对外国人，然后他们要共同为大家解决恋爱的烦恼，这样会看日剧，因为我要学日文。渡边大河好像是，这不是校园陈情风、哦，可是我只是看一下，因为好像蛮好笑的。我之前有看过片段，我觉得蛮好笑的。听起来就搞笑，就是他不是恋爱，我因为我会讲到那个校园，就是少女漫画，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外国人的角色是很喜欢看少女漫画的，他有一本他很喜欢的漫画，他谁都喜欢那《千与千寻》，真的，看到现在好看吗？我觉得他不是什么恋爱剧，我觉得他比较像喜剧那种感觉，就是好笑占比较多成分，然后。那恋爱剧是没有，对，就是他就真的很蛮好笑的。对，用日剧学日文。新番，对对对，应该也不算新番，有一阵子听到波波我就想笑，因为我就是觉得没有，你们有看过那个《許せない》？你们有看过吗？是那个疯魔被那个日本杰尼斯。团体那个 sexy zone 的巨齿疯魔，然后就是上那个整人节目，然后他好像就是有一集是什么？有一集是什么？被整吗？然后弄了全身都是面粉，然后要去冲掉面粉的时候，上面有一个鬼，然后从。浴室吓他这样，然后他就被整，然后后来整完后面变成，穿会溶解的泳裤，然后好像是游泳比赛，然后结果泳裤就溶解，就反正就很好笑，然后想说感觉这一部应该也会蛮好笑的，用恋爱包装的喜剧。追到第几集？我追到第几集啊？我忘记了。我用平板看第几集啊？第六集嘛，它十集而已，所以其实蛮快的。一集好像40分钟吗？但我就慢慢看，因为我就是认真看剧，然后我要顺便学日文，所以对，所以我都会就是我一整天的事情都做完之后，就躺在床上就认真看剧，然后认真学日文。
全裸对衣服小时那集超好笑，那集真的超好笑。蓉姐会很会蓉，她好像是用特殊的线，特殊的就是线，然后去做把那些布块缝起来，然后她只要碰到水就会溶解。那个皇室兄弟之前好像也有做一集，就是那叫什么褶褶二整伟伟嘛，然后也是给他穿种会溶解的衣服，对，会真的超级值。对，溶解超好笑。你对这两个玩意没有分眼成精，没有，因为真的太好笑了。爱上课本两倍长，真的。我日本人整人真的太好笑了，他们都是很就是不怕人家会生气的那种整呢。对，微微穿完在大街上被水泼，对对对，就是那个。连整人，对，人连整人都很用心，真的是有一个企划出来的整人，真的不是随便整整而已，人家反应很夸张。被整的人暴气，但可是他们其实都不会暴气，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原本知不知道这个要被整的这件事情。你有做好被整后的反应吗？没有，我一定会这样，所以现在怎样？太笨。嗨嗨 Sunny 也是用这种搞笑，我一定会所以现在是怎样？太好笑了，应该会有知道，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吧。啊、哦，有可能。现任跟人见面这件事很快，所以现在怎样？印象都很深刻。放下在后面那方法位置啊，原来如此，因为计划不会。像我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那个泳裤被溶解的片段，我觉得那个 You the same night 就这一句话真的是有够经典。就现在这样，好笑，太好笑了。可能加气化生就是会有危险，那是不能生气，可是真的好好笑、哦。You the same night， 丰田那个反应也不错，但他们是真的被，他们好像是真的是被整哎、欸，就是真的没有脚本，他们是认真整到被吓到。他们完全没有在演，被砸光光就想打人。明显筷子颜色不同，但不会掉下去。大型整人计划，天哪！还有，我还有看过。那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是整人的，但是就是也是 sexy 中的，然后但我不忘记是谁了，反正他就是去，好像还有其他追加的别人吗？然后他的主题是你要，哎、欸，你踩我的小枕头，他是偷穿我拖鞋，谁要穿你拖鞋啦？然后他就是他会从底下这样跳上来，一个夹子。他从底下跳上来，然后要亮相登场，然后开始表演。然后可是结果这是整人，然后他跳上来的地方是那叫什么宝丽龙板吗？还是什么珍珠板之类？然后跳下去，然后又直接就是全部都是海绵块跟面粉，然后就觉得超好笑的。一早他们被整，没有被整过，不敢整我吧？感觉会生气啊。杰尼斯都是经纪人知道，他全不知道哦，感觉好像也有可能，超好笑。就是原本哦，以为要帅帅的亮相，然后结果
帅帅的，嗯，上来了，然后下一秒，嗯，变，那个真的超好笑的。看我看栗子杯子，你还要看我瞬间变脸，下一秒，哈哈哈，下一秒，下一秒，谢喽。我是记得可以开着，不要。懒得大挑战每一集就选一个调。我之前有看那个懒得大运动会，我觉得他们的大运动会也是好好看，就是很认真的节目，然后就是很好玩，真的很好玩。这样子要笑一个，你没有看过什么节目吗？因为之前很多好像很多都是 J 家的吗？哎，关八是 J 家的吗？我不知道哎。关八比赛中吗？不是有那个太古达人，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日本的那个很好看？之前那个蓝的大运动会的那个，他不是有什么踢足球要把那个罐子踢倒的那个分数，然后还要接那个足球，然后掉分数下来。那他们真的是大运动会，真的是非常认真的耶。关八是。COB downtown 啊，但我很少点开来看，我都是看什么什么偶像被整，然后就点进去看。所以偶像被整其实很吸引人啊，就是真的看平常妹妹的偶像被整，因为我也是看到偶像被整会点进去的那一个。之前那个蜜酱前辈，他不是被整，我也是有很认真在看。就是都毕业那个毕业典礼那一天了，还要被整，很吸引，很有效果。日本节目小时候只看全能住宅改造，我小时候超喜欢看黄金传说的。关八全名就是，哦，关西杰尼斯八，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偶像的另一面，不要整我就好。对对，我看别人被整就好，不要整我，不要整我，看别人被整就好，先不要。哎、啊，要整别人可以，不要整我。一万元，我也喜欢看一万元那个。整别人可以啊，不要整我。我超喜欢看黄金传说，还有那个无人岛捕鱼那个也好精彩。刚饿了，讲一讲突然就饿了，就想先吃。过来点音乐，好像可以。一万生我自己有可能成功吗？我可能会过得刚刚好，但我可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胜，感觉。就是会可能刚刚好，就是都要东西都要自己煮来吃。活两天，一万块活两天吗？哈，1500，好奢侈哦。但我还是会自己煮饭的人啊。所以我平常自己就会煮饭，所以我觉得其实自己煮饭的话不会花太多钱。哎呦，还是我在你们眼里是毫无技能点的人，我可是会煮饭的。
哦，那要跟你们分享，昨天的头楼好好吃哦。真的头楼好好吃，真的好好吃。嗯，我刚刚要吃吐了。那个头楼很好吃。可是去过大厨房，谢谢。哪有？那是因为做的是甜点，我真的咸食还行，好不好？昨天做是不习惯，我不知道，我只负责帮忙煮，采购不是我负责的。拿到，但我们其实是分工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去炒菜，有时候我去炒菜，有时候我帮忙端，然后就是看哪边需要我就去哪一张。对不起，我是很开心。昨天的菜单，你们最想吃什么？你们最想吃哪一道？嗯，冷掉了。汤，你们都想喝汤，居然。有，娜娜前辈有回复我。嗯，不吃海鲜，你跟涵涵一样，涵涵也没有很爱吃海鲜，他可以吃，但他没有很爱。海胆好厉害，因为奶奶跟爸爸都喜欢吃海胆。你只想同桌吃什么？吃白饭也好吧。恭喜恭喜，谢谢太郎。海胆包海苔，包韩式海苔加洋葱或者是萝卜丝。海鲜只敢吃一下哦，我还蛮爱吃海鲜的。我想吃龙虾。我蛮喜欢吃，我蛮喜欢吃龙虾，然后螃蟹的话喜欢吃大只的蟹，不喜欢吃小只的蟹，因为小只的蟹要称太麻烦。那我其实没有，我平常没有很喜欢吃海胆。但我昨天有试一个，但我觉得我还是还好，我比较喜欢吃陀螺。哦，我超爱吃干贝，鲍鱼也还不错。对，小只也比较没肉，喜欢吃蟹黄，我还好。我喜欢雪场蟹，雪场蟹、毛蟹那种超大只的蟹，那个尾鱼真的是哦，入口即化，真的很好吃。哎，觉得甜甜的吗？我还好哎。我有点不懂它的美好，所以我后来就没吃了，我怕浪费他们的，浪费他们的美食。大海的口水，完全不敢吃海胆。我有吃过，但我有吃过还不错的，但好像就是比较大块一点点，没有那么小块。上课没有算和，海胆真的蛮贵。
不是，我们不是去唐平买的。我们去百货公司的超市买的。我不敢吃榴莲。澎湖花蟹是怎样？嗯，我们家会买三点蟹跟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家蛮喜欢吃海鲜的。吃过大榴莲？我没有吃啊，我没有吃大榴莲，不是我吧？是不是记错人？那其实，我觉得应该说爸爸跟妈咪的身高都不算到很高嘛。对，但我们家小孩就长得蛮好，就看来应该是伙食太好。我没有吃，今天只拿那次我没有吃，因为我不敢。开始想吃螃蟹，不高啊，爸爸有170几啊，妈咪也有160几，但我们就是，对，啊，还是170几算高啦。外国人有吃。那算很高是吗？可是妈咪应该163吧，就是可爱的台湾女生身高。我妈一激，天哪 ，Bonnie 你高吗？163。欸，没有啊，可是以前那个妈咪的妇产科医生跟她说我会长到170耶。对不起医生，我辜负了你的期待，我只有长到165，我少5公分，那5公分是不是我熬夜熬出来的？耶，我现在长高，讨厌。医生对不起，我辜负了你的期待，我只长到165，我少5公分，虽然100，我希望我可以长到170。冷掉不好喝。增高鞋垫，你说再垫5公分吗？刚刚洗到抬头看，对不起，我真的很开心。不是身高，只是腿太长。这样应该也好吧，腿长一点啊。比例问题。你们比较喜欢那种小小只可爱感，还是高高的？大家是不是都比较喜欢可爱类型啊？感觉会在这里的应该都比较喜欢可爱类型，不是喜欢辣妹类型。因为我就不是辣妹，感觉喜欢辣妹的话，应该会喜欢猪猪、某某那种。
比例好像倒不是问题，好像是耶、欸、高高的蛋脸可爱。哎、欸，我都被误以为是矮脸哎、欸。黑凤雷，我两种都有喜欢的，不知道怎么选。花生你，你承认吧，你就喜欢高高可爱的。你看你的推三个都是高高可爱的，你觉得呢？喜欢黑花雷，有喜欢，反差多好。哎、欸，你自己问在场的，那时候还没看到我本人的时候，一堆都说你看起来就150几耶，还有人当场跟我说，原来你这么大只哦，我真的是内心受到创伤哎。本人非常大只，呵呵，哭。你要想象这样，直接去现场还笑死。我没说出来，只是见面会吃惊一下，那一样啊！你们这群人，哪有大只乱说话？大家都喜欢男饭女饭说男饭吧，我那时候没有女饭啊，那时候初期比较少女饭，是现在女饭变多了。有没有在场的女饭要说说看，莉莉入坑莉莉原因，我真的很想知道哎、欸，这样我可以研究我要在哪方面再多加强一点。各位男饭们，我已经抓住你们了，我已经抓住你们的胃口了，对，所以我已经了解了，我要知道。我要知道各位女饭们喜欢怎样子的比例例辣妹非选哎、欸，我有好不好？特务还不够辣吗？所以就这样说话哥，现在例子好高，真的一四八的连线了 ，fashion， 得得，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哎、欸，完蛋了。没事，不要比我高，这样 body 已经几公分，但超过了这个，天啊，你很高，是站超高位置，好不好？行呢。你认真觉得抓住了？没有抓住吗？温柔。不太想说喜欢的地方，对，你们被我控制住了。但我们都说被颜惊讶到，没有，你们就是对身高惊讶到，不是吧？男生有这么好懂吗？你们就很好懂啊！看我今天的可爱衬衫，是不是？就我就懂啦！你看你们多好懂。谢谢 Justin 的追踪。要怎么说呢？阿龟你就晕啦、啊！大家。现在多了一个啊，我的爱都被分掉啦呀！他不知道怎么拼那个字的意思哦。原来怒子，草莓大福，解释我要解啊、哦！谢谢泡泡救救你哦，耶、yeah。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耶、yeah。耶、yeah ！我不晕，会越来越多，并不会哦。你只会把你的爱分掉，你分给太多人，修贼狼啊！你分给太多人了，有啦。
姐，烟酒嗓哪里吸引人啊？我很少听到有人说因为烟酒嗓吸引。你说因为歌声吸引，但我没有听过因为烟酒嗓吸引的。张长男最喜欢这种姐姐，蛮奇怪哦。而且好像解散也有解析，我想想看。但我很不解啊，感觉解析有像七星那种的解。哦，所以是肉圆才有那个爱会越来越多的说法。超喜欢九三，你九三肉干真的假的？为什么？为什么？对啊，妈洗谢了。七是妈不是姐，那天姐进来看，真的假的？所以女生大多比较喜欢姐系的，可是妹系也蛮多吧？像泪奇，泪奇就真的是妹系。不是比较会塞奶，就是，对啊，我很会塞奶吗？我应该算比较会塞奶吧，跟霸气比起来，还是我只有霸气？喜欢妹系，反正对妹系还好。那柏林，那柏林是什么系？爱迪利卡城系，对不起。我在讲不好笑的笑话。姐姐是女孩子的顶尖。姐必须觉得，她有解析吗？我就觉得她跟我相处起来，我比较还解。刚是你看你在讲什么？哎，没有我的很好，好不好？他是直男系，柏林不是姐系，他是直男系，就有朋友的感觉吧。我觉得很好笑啊，艾德利卡惨系。我没有认识，我一定是没系。听说波乐很照顾玲玲，没有，我跟波乐相处都我在照顾波乐。相处和他相处，啊，说很像，我还是觉得自己笑很好笑，觉得不错。还是想要更靠近，只怕再靠近。照顾人就比较简单，啊，那我想要被照顾啊。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吗？两个人照顾别人多久？你们想，你们有知道这个故事吗？在这边待很久的人应该都听过了，可是我想再说一次，反正也有新进来的粉丝嘛，我一定要来解释一下，真的是太好笑了。就是我一开始，就是你知道我，就是从小到大都当姐姐嘛，我就很想要被照顾啊，然后我就很想要被照顾的感觉，然后我就很想要找一个可以照顾我的，然后我就看比我年上的，看了一圈，可是其实也蛮多很媚系的，但我就想要找看起来比较姐一点，然后短头发这样。谢谢吉米做直播的守护灵，然后好像平常看起来也就是什么我的。对，就是看起来不会，就是可以照顾人。因为柏林之前也一直照顾那个瑞婷嘛，然后我就想说，哦，感觉柏林应该可以，就是感觉跟他相处应该可以被照顾到吧。嗯，然后后来不知不觉我们就很好，然后我们就组了 CP， 结果没有啊，我结果我是照顾的那个人哦。我只想被照顾啊！我，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哦，我就想被照顾啊，然后没想到波乐也是要我照顾啊。哦，我感觉能照顾人的。我一直问题，你不是瑞婷，对，我不是瑞婷。
你被加高铁，加高铁对啊，哦，照顾型女友，哦，姐姐今天不放过你，哦，我就一直希望可以有，就是来被照顾一下。很照顾人的本能，照顾我被想照顾，真的。现在有谁会照顾你？嗯，谁会照顾我？面面吗？但我跟面面有点像是互补那样子。我想要可以有完完全全被照顾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对，就被照顾。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的本能嘛，我就看到人就很想帮忙，然后就我没有办法被人家照顾啊，我都是自己照顾我自己，但我想要被照顾啊，而且我叫好大声，超坏。在阳光里，快乐到不想分离。对啊，我还是做饭给面面吃啊。哦，人家想被照顾嘛。你跟面面只有音量没有互补，哎，真的哎。怎么说给面还是照顾？要想要真正的照顾人，照顾形象，完蛋。还是有在场没有人要照顾我？有没有人要照顾我？照顾魔鬼教官。我努力爱，可是已经怎么喊停？你身上的人还在我的怀里。对，我太容易主动照顾别人，我也想被照顾，怪谁？嗯，哦，有啦，我常常被露露照顾啦。嗯，我常常被露露照顾，但是他有人了，他有七七了。嗯，看看三期有没有？没有，不行哎，我没有办法跟，我只能是要同期的这样子。人人都喜欢，是不是姐姐也喜欢弟弟？不会啦，还是有姐姐喜欢妹妹的感觉，就喜欢照顾别人啊。嗯。不喜欢麻烦别人要怎么被照顾？好像是哎，不喜欢麻烦别人要怎么样被照顾？哦，对耶，而且我每次麻烦别人，我都会觉得很抱歉。这样问谁不要照顾你，你就先放。现在开始抽号码牌，照顾你感觉很累，所以你要照顾小晴的意思吗？不照顾我吗？这个刘海真的是，你看它塌了。台湾真的太潮湿，不适合。不适合。会不会问一问又骗你照顾人？会。海精听话又多。爱胆大小公主不是？对，乐乐都叫我小公主。我现在建一个大结尾，当肌肉小孩啊！不要，人家要 CP， 人家不要小孩，我不要当小孩，照顾弟弟这一页。差几期可以吧？啊，我就喜欢同期的啊！谢谢虫的真情告白。跟小晴没关系。谁知道你会不会收编三弟？不会。啊！但我喜欢比我大的啊。我不要比我啊！但肉肉其实也比我大了。对啊，我就喜欢比我大的。
还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啊。练习一下被照顾，感觉还是你。哎，可是爵哥真的很会耶，爵哥真的很会耶。可是爵哥是法法的，怎么大家都各自找到自己的 CP 了呢？差几期但很帅可以吗？啊，那我就有那个就有前辈的包袱在啊。你不要让我担心，就你常被搭讪吧，然后我就会快跑。我真的蛮常被搭讪，但我会的只有逃跑而已，同期就无啊。那不同期年上有望吗？不同期年上，感觉接下来年上的机会出现会越来越小，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不可能条件太难了。谁说妹妹不能照顾了？哦，也是，毕竟大短发会主动攻击，我想怎样？你刚才说你很爱我，然后你现在在我台下面说绝不用你照顾我来就好，你直接把台主当那个，你直接把我当空气耶，请你左哎左转右转左转或右转，谢谢，不留了，请自己走，切黄有啦，切黄很常照顾我啦，而且切黄都会载我们。对，有啦，我有被切黄照顾啦，这个真的是被切黄照顾。天气越来越大，呜呼呼，娜娜上。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少了一个人的娜娜桑唯一正解、啊、但娜娜桑感觉也是尤里桑在照顾，最主要是你那个照顾的那些哦。年上会照顾你短发三折一哦，短发我可以照顾他，没关系，短发，享受别人的照顾，短发，就算明大家看起来需要你就会照顾，对。谎言，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人家的泪遮不。我到底是多喜欢短发，但短发真的好棒，短发好可爱，又可以很帅，又对，短发就是我的菜。短发大于被照顾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也可以照顾别人。好啦，被照顾哈，可是就很难选啊。但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是短发，像之前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氛围帅气，我们自己就照顾好自己，短发是前提，短发真的很棒，谁不会照顾？咔嚓是不是？全都要，对啊，有帅的气。像爵哥就很帅，对，爱上跟我们赖雅妍，那雅妍前辈跟娜娜前辈就是短发太赞。你跟平安说起来，是不是他剪的发质好？不是，是吧？我喜欢帅的。那些年，那几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你让我失眠。
觉得现在超美的，哪有？好了，他在法法旁边有啦。啊，但法法跟觉，对啊，感觉还是法法帅一点。法法真的太帅了，像觉哥大战了。没有没有，我们不要，我是法觉，我最爱法觉。错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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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小时候就有剪过短头发，哎，你真的都不想再剪短头发、啊？你小时候短发比较可爱。因为我现在短头发都会烫。烫啊！又不这么容易。但你短头发会不会比较遮脸型，然后比较可爱？哦。哦，吧，帅到自叹不如，真的，真的，海就是海底呀，真的哎、欸，我超喜欢吃海底。对，我发觉犯愁啦。真是依然会在一起，如果诚实的话说出来伤心，那不如不要听。我这几天有一直在想，我的短头发到底会长怎样？但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我长头发一点，虽然我真的很喜欢短头发。隐藏着秘密。哎，我忘记喝水了。对了，提醒了我，谢谢。第一道会不会爱上剪发？剪发就会走上，但我就不是帅气路线啊，我就是公主路线。哎，但我很想剪，我很想剪肉肉之前公司照的发型，就是很可爱。麻里子前辈的那种发型，但我觉得我不适合，但我就觉得很好看，但我脸太圆，不太可能，就是那需要脸有线条的人。短发公主，是你都喜欢，谢谢。我的短发有啊，有发过，喜欢你绑很多很厉害的发型，短头发还是可以绑啊，还是可以绑，我还是可以用短发做出很多造型。你还有 QQ。卡瓦哥，我们不可以叫 QQ 剪短啊！这其实我们叫做适合长发。垃圾！我一骂我垃圾，吓死了！你害我傻眼！那人像你站起来第一句说垃圾，然后我的面面吃完了，你可以帮我吗？一样的啊，短发双方会可能是冲天炮。哎嘿嘿哎，垃圾是不是？对，垃圾。垃圾。压一压。一般垃圾。压一压。你可以在。大家请进哦。你干嘛？不要把垃圾那边。帮我一下，我帮你拿这个。我想说，
不是，是不是什么没有？好好笑啊！我看他血流成河，不是让善，好像有点不敢情，情不愿，不情愿。我懂怎么穿，让善。围巾和毛衣，这是什么搞笑？这是会心一笑，垃圾，谢了。第一次听到有妹妹叫自己姐姐的垃圾，来套垃圾袋。粉红色的垃圾袋，有人家跟我们用一样的吗？有人家跟我们用一样的吗？嘿嘿嘿嘿嘿嘿嘿香香的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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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在干嘛？呼呼耶！薰衣草味，好像是紫色的吧？你要不要来一句台词？什么台词？原地感慨，原来是大家可以亲爱，不要，不要，不要。我每次觉得我这么震惊的人讲这种话，大家一定会觉得是真的。我不行，我必须维持好我的人设。太悲情，这首歌很好听哎，《终极系列回忆杀》。照顾情感姐的人生，再讲一讲。讲大家都在当真，对啊，你们都太，你们都每次都把我的话当真，太可怕了。我可以选回收吗？不行，请你们好好待在坦坑。迷林姐，我以为你要说迷纯姐，那个就是那个神奇宝贝那个。虽然你们很久没有看到我，很久没有看到我，很久没有拍饭拍，你们没有拍照，拍到没有戴口罩的饭拍。你看那个洞已经变小了。对，我只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洞已经变小了。喜欢我是骗人的，你看，洞已经变小了，剩这样子而已。然后侧面也进去了，就是那个牙齿，我觉得很开心。你看牙齿的那个缝缝变小了。这么早却不去，自己补牙吧。照片的部分有啊，上一次那个很好看的那个衣服 ，Snyder 的衣服，我就有那个，就有 P 牙齿，我都自己 P 牙齿 ，P 起来 P 一波，真不错。对啊，很开心哎，因为我以前每次看饭拍的时候，都很对牙齿很没自信。你补牙补跟真的一样？当然啊。线上级啊，
我是真的好想你，好想抱一抱你。嘟嘴会变差吗？不会啊。会有变差吗？一点，别再如此伤悲。哦，我以为要停下来。但我现在比较开心，就是牙齿进去，真的差很多哎。那个以前很爆。我已经蜕变，如今繁华成千缕微风，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二六了吗？什么二六了？二六？哦，好像是哎。二六吗？应该是二六，第二十六幅。骨力有变差吗？有，骨力有变差，因为二十岁了，不敢装可爱了。现在都觉得应该要成熟一点，我已经是二十岁了，我是二十岁大人了。骨力退步了，没有骨力。面对我常常会去看大家剪的精华。我以前怎么会敢在直播的时候装可爱？我以前怎么会在直播的时候装可爱？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用五岁的声音证明吗？对呀，我为什么会在直播上没装可爱？还是我要这样学邱平涵大舌头？啊，李佳丽，你要学我？李佳丽，你要学我？我才没有这样的。半年后你就恶意了哦！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不要逼我面对。李佳丽为什么要学我？他没有这样哎，你才这样好不好？哦，模仿平衡超像哦！我跟你说，他很不给人尊重哦，真是。我在那个浪 K 歌，我跟他一起当主持人。他说：“啊，品涵好可爱。”Hello， 你同组的前辈在这边，你直接不给我尊重，那边品涵好可爱，这是给人尊重吗？你说一下栗子好可爱吗？我把他当偶像在听他唱歌，然后他给我那边啊，品涵好可爱，谢谢哦。哦，翁同心，谢谢哦。哈哈。所以我在唱汪轩，哈，品涵好可爱哦，哈，谢喽，什么都投品涵嘛，哈，原本是同组，没有，但我是当场，我在现场哎、欸，我在现场哎、欸，你也就是，就算不是出自于内心的唯心之论，但你还是要说一下吧。我起码是前辈，虽然年纪比我大，你应该还是要唯心一下说，说啊没有啦，就是很喜欢栗子前辈啊，很可爱啊。台言大前辈，哎，他的不是，他是在你的真实。KY 到底什么意思啊？不跟你关枪，好吧，那我开始要相信，就是他觉得我唱歌还不错这件事情。你不擦他那票是好，是郑明圭，是郑明圭，嗯，是郑明圭。我很可爱啦，我很可爱。哦，不会读空啊、哦，原来如此，这多尊重。翁同心，您尊呢？熊妹说话，翁同心，您尊，尊重 zero です，没有再给人家尊重。平常做过力大腿，大家想不想？我可是去过平安家非常多次的呢。
毕竟他是你学好会模仿的不错啊、oh, ，KY， 原来如此是，原来是这样哦，原来如此，是他嫉妒你。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个人理解啊，原来，原来如此。一定要爱下去。所以人家的成员基数增加没有？我们是第一个，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无可取代的。第一个 number one， 急速增加，对啊，去过我家才是急速增加吧？到底为什么可以？到底为什么我们家直接变一个聚餐地点？我的美人，好想去你家吃饭哦！是怎样？我们家是什么海底捞吗？海叉捞？你家集餐地？再换你，还不用付费，谢了。以后开始收费，吃一餐500。谁叫你气球？我有拆气球。没饭的时候还去的是才是真爱，肉。一家是餐厅，云菜等级，这一家是聚会厅，5000我都愿意。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还有梦能紧紧抱住你，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杯子再换你。你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买一个新水壶？大一点的新水壶。最后一口哈，还有半瓶哎！我今天聊得太开心了，可恶。那我现在已经比以前常喝水了，就是我真的有意识在喝水的这件事情上，买来常用的东西，我真的是有在认真喝水，就是跟以前相比。那感觉不一样嘛，我不知道是喝那个茶还是怎样，我最近痘痘有少一点，虽然我还是晚上不爱睡觉，但我最近有慢慢在调整了，对，我有慢慢早睡一点点，一天比一天早睡一点点，一天比一天早睡一点点，这样子就是慢慢在调整，我要我的健康人生。对啊，一瓶还不够，但现在我没有办法一直喝这么多，因为我还是很讨厌喝水，但我已经慢慢把喝一瓶，一天一定要一瓶变成我的习惯，这样啊，要增量的话要等我再习惯一点，就是我有记得的话我就会逼自己喝比一罐多，但我如果忘记的话，就我现在口渴会找水喝，不是找饮料喝，然后也比较少喝手摇杯，因为手摇杯好贵，在省钱。对，虽然我还是会喝，但我就是有意识的克制自己不要喝。喝水奶奶苦茶水一样喝，我都喝，喝完苦茶喝水。谢谢羊圈里的鹿的掌声鼓励。可是你能喝温开水？对啊，
青花就不喝。这关小黑瓶好好工作吗？最近没有擦小黑瓶，最近是比较轻一点的保养，就是喷保湿喷雾跟保就是精华喷雾嘛，就是没有擦到精华液这么多，就是少一点的保养。因为我觉得我最近一开始要先把表皮就是表层比较不好的先把它带掉，就先让它代谢掉，所以我先没有擦这么重的保养，就是要等我之后可能痘痘少一点再好好保养。对，所以我现在保养的方针有点不太一样，但我真的觉得小黑瓶就是真的有差，就是擦起来隔天的皮肤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会选工作的时候才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今天也不能太晚关，因为我现在要训练自己早睡，可是我通常工作结束之后我会摸很久，对，所以我今天还是不能太晚关播。对对，而且我觉得少出门真的差很多，真的少出门差很多。像去年五月那个时候，我跟你说皮肤超好的，真的有差，而且都没有化妆，都没有化妆，然后都没有化妆，都没有出门，真的差很多。保养会助长痘痘吗？你如果没有清洁干净，还是会吧，多多少少会。快21岁，21岁应该不会再穿和服了啦。而且你一定比想象美。去年是每次都过5小时，但那时候皮肤比较好，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接受外摸人之类的，我也是，喜欢东摸西摸吗？会为了直播化妆，每次直播都要为了直播化妆啊。因为它也算一个工作。虽然我有越画越淡的趋势，家里有空气清净机，空气清净机，空气清净机，就是还是要啊，不然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可是我整天都没有出门，我不想化妆。哇，谢谢一三句的亮带，让我带你飞，谢谢谢谢一三句。我现在都很想放过我自己的皮肤欸。对啊，口罩要闷好久，而且我有的时候就是原本是一个小小的痘痘，然后就我化了一整天的妆，卸妆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痘痘超级无敌爆炸大一颗，我就傻眼，认真傻眼，认真傻眼。卸妆也快，卸妆也快，就是对，但还是要认真卸妆，真的要认真卸妆，真的。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卸干净。谢谢阿 K 来的，看好你哦。变大还是没有冒头那种，就是看得出来有一点白白的一点的那种。就是不是人家不是挤痘痘吗？就是不是说变白白的就可以挤？不认真卸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不是不就是没有卸干净。就可能我以为我有卸干净，我可能就是用那种卸妆水，我可能用那个卸妆布弄两次，就我以前都弄两次，但我现在都弄3次到4次，对，看妆的妆多重。握手还能只画眼妆转，但我们都画全妆，你们有看我们握手会只画眼妆吗？不可能。不可能只化眼妆啊！我们要脱下来拍，我们要脱口罩拍照，怎么可能只化眼妆？大家真的不要觉得我们戴着口罩就是会少了什么，但我们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少做，真的。而且我们会花更多心思，而且你知道，其实就是戴口罩其实更不方便嘛，因为妆会被磨掉，然后其实那个补妆更难补，所以我们其实也很不愿意戴口罩。你们好像都觉得我们要戴口罩，然后好像可以比较少什么表情管理之类，其实真的没有，因为不戴口罩的后续作业更麻烦。哦，我没有用素颜霜欸，其实我没有用过那个，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有时候是直接睡着，现在不会，我现在都一定是做完所有事情才睡觉。用蜜粉比较不会脱妆，我都是用蜜粉完之后
我在上睫毛膏之前，我会再用定妆喷雾喷。怎么办？我聊天聊得好开心，我有点不想要关，但我再不关，我等一下一定又会晚上很晚才睡。我努力爱，可是爱情怎么喊停？你身上的热还在我的怀里，拼命的擦掉痕迹，面对你认真的眼睛，原谅我忍住的眼泪冷漠无情。我努力忘记，可是爱情怎么喊停？好。跟姐说你不要脱口罩拍照，对吧、啊？很想念不用戴口罩的时候。3D 电影全都在口罩上了，还是我们就在口罩上面化妆，这样你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脸了。水水剩多少？三分之一。谢谢小英的天官赐福。没有，我开玩笑的。你觉得我真的会做这件事情吗？姐姐们都会侧拍，我怎么可能真的做这件事情？你的话今天做到吗？谢谢。陈伟可以，真的有人发名头，名头很荒谬。健康最重要，现在感觉不会太早睡，我会努力早睡的。挂在口罩上，不要啊，不要。不要。雾气旋律像水无法散去，想挽回的话语，勇气还是藏进心里，无法给你那种感觉，回到朋友关系，屋子里的空气秘密藏在我的心底，遗留在记忆里。我在喝三口水，谢谢虫的对你的喵。最拿手的话，对啊，我就是擅长画爱心啊，不行吗？我就不会画画呢。画乌龟，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一直很不甘心我自己很多事情，就是比如说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嘛，但我很大方坦诚我不会画画这件事情，虽然我还是会想练画画，但我每次画了三笔之后，算了。可是我喜欢写草写，我喜欢写。我喜欢写英文字的那种，可能艺术字就是可爱字这样，但我真的不喜欢画画，我连插图都不喜欢，那对这件事情就没有执着啊。对啊，我曾经认为偶像应该很会画画，但从我画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认真没有这个天分啊，算了，嗯，画画手作现在没有画画，嗯，我就是天生对美感没有。对美感有，但就是不会画画。我脑中有想法，但我是没有办法把它画出来。对，我已经大方承认这件事情了，我是不会画画。虽然我觉得偶像应该会画画才对，但我就是不会画画的偶像。内心深处，对，这就跟我当初说啊，我不会学吉他，但我最后啊，我还是学吉他。我那时候我小时候说。啊，反正我这辈子应该就跳舞了，我绝对不会学乐器，但我还是学了吉他，嘿。
为什么嘞？人总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我们最后的关系吗？为什么嘞？我为什么最后还是学了吉他嘞？但吉他就是嘛，对音乐有兴趣嘛，但就还是好难。啊，所以现在谈的怎么样嘞？我们就不要多问这些事情，多问伤感情，多问伤感情，我们就不要问了吧。顶多拿吉他砸自己的脚，我没有，我会画画啊，大家看不看懂是另外一回事。总是拿自己当桌子，哦对，这倒是。其他的，你现在好不好？我先去。对啊，你们不懂艺术好不好？你们不懂艺术，你们不懂我的艺术，但你们懂我的美感吧？你们懂我的美感吧？可以吧？你们懂我的美感吧？我的美感还是在线的吧？越南设计部。嘴巴闭闭，我对那个美感不一定，所以你嫌我穿搭难看了？哎，我觉得爸爸，你最近真是讲什么话讲多讲多错哎，你还是不要讲话好了。反正你现在推这么多个，应该也不差我的，懂吗？很有美感啊，谢谢。白天不懂黑眼的美，你们不懂我的美。穿搭就是美感，你没有美感怎么穿搭？我的洒脱 I wanna be with you。 嗨嗨杨过，嗨嗨旅馆没啦，还没说出口画面停格在错过。我懂你的臭酒啊，谢谢。毕竟你的美那也行，美到哪也行。稻盛现在我已经就是不意外了，他在推谁我都不意外了，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再怎么多说都没用，多说无益，做好自己最重要，喜欢你的人就会过来了。那个花圈如何了？哦，因为没有干燥花了，我又不想要拆花束上面的来用。我不想摘花束上面的来用，但我很希望可以把花圈拍满。我不想把花束拆开。我之前想买干燥花把那个花圈弄完，但是对，我就不想目前不想花钱买干燥花。放哪儿用了吗？还没，它还没晒干呢、啊。还对，还是上次的定律。我的洒脱。对啊，花圈是未完成啊，因为我没有买新的花，我也不想拆花束上面的奶油，所以它一直都是旧，就是旧的花圈样。等有机会再来做，对啊。停格在错过。I wanna be with you。 这花圈戴头上也太大。好，再喝一口就要来念榜。哼
你知道我前几天在翻相簿，然后我就看到我以前的照片，就大家不是都会 take 吗？我翻相簿还有翻大家的 take， 然后就是看很久以前的 take， 然后我就看到我从现在的发色，然后金发，然后第一次漂发，然后再到黑发，我就觉得真的差好多，就是真的是。是以前很青涩的感觉，然后现在已经是成熟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然后也就是真的变漂亮很多，以前真的不会打扮。谢谢阿 Kira 的掌声鼓励，再最后一口了，很快。就是谢谢林果香槟 Level One， 就是对我来说，黑发已经有点像过去的历史了。谢谢数学课本的啾啾你哦。就我觉得黑发有点像。我这黑发这感觉代表了我研究生时期。谢谢虫的梦幻泡泡。对，黑发代表我的整个研究生时期，从漂发开始，从染头发开始，就是真的是我开始做出自己风格的时候。谁可以前来吗？就是染发有一种，这是我想做的风格。然后研究生时期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染了头发之后，我就心境上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真的可以认真做出我自己想要的风格。可是研究生时期的话，是那时候对自己的想法还没有这么多，然后只是觉得，虽然现在还是有那个目标，就是想成为 center 啊，但我以前的目标更多。虽然不是现在没有目标，但就是在这个目标同时，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兼顾。就以前可能在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我要上选拔，我要上正式，我要升正式这样子。然后就是随着一个一个东西达成之后。然后成为正式生之后，我觉得因为成为正式生，我有更多的时间，然后有更多的心思去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但大家常常都会说黑发比较好啊，我很喜欢黑发，但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阶段嘛，没有说不会回到黑发，但它就是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过去了的感觉。谢谢博晨的星辰。就是一路上我也看过一堆人说可以染回黑发嘛，但我觉得现在的我也没有不好，因为我找到我想要的方向，我喜欢的风格。因为追求想法不一样了吧，但我觉得从来没有人是会往坏的地方想啊，大家都想要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才会有这些改变。虽然常常我们最常看到的那些就是大家说谁谁谁你变了，但都是变好吧，有谁会甘愿让自己变烂呢？这问大家，就是大家自己想想就知道，没有人会想要让自己变烂。对啊，所以
真的不要再，我觉得不要再对偶像说什么我觉得你变了的这种话，因为没有人会想变烂。他现在所做的这些决定也是他想很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因为他希望他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才会有这些决定。就是对，真的没有人会想要看自己烂，相信我。我那时候漂发也掉过很多粉丝啊，对啊，但我喜欢我那个样子。我觉得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重要的，不然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了，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喜欢你？虽然到现在我还是会看到很多人说，你要不要染回黑发？但我就觉得不会啊，我很喜欢我漂头发、染头发之后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它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看，我很有自信。就我觉得，对，这么明确是因为发色，我这么明确想开，应该是因为发色吧？这么明确的想开啊！自己反正让自己喜欢自己。对，不应该和头发有关吗？我只是说有些是因为头发走的，我没有说有些走的是因为头发，没有说所有走的是因为头发。你懂那个就是交集吗？那叫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某一个理论，就是。我说有人是因为头发而走，不是所有人都是因为头，就是我不讲，你们帮我解释吧。短发不看这些，对啊，就是我不懂，真的没有人会想让自己丑。自信来自于发色，其实我觉得自信不是来自于发色，是来自于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个加分，然后它会让我更好，所以我有自信这样子。有些人因为头发，对，有些人头发要皱，没有啊，就是说，哦，我还是喜欢你黑发，但我就觉得，但我喜欢我自己现在的样子，没有啦，就是不知道大家。也还是不知道，但我也能理解，就是黑发比较清纯的，可能会因为什么，就是发色转退啊之类的嘛，我也不知道。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要怎么办？但我就觉得，反正我都一样是在做偶像，自己喜欢，就是会吸引到喜欢。我这样子的粉丝，也很难得。带上你快乐呀！那还是正确的，一定会有比较喜欢的。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就是那个过程的。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你看到女生素颜就分手，我还在迪卡上面看过有人因为戴口罩不好看，然后要分手的，然后男生提分手，因为我那个好像男生说对女生说，因为我觉得你戴口罩的样子不好看，然后我就想说，哈，就是什么叫做你戴口罩的样子不好看，就是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吧。那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个性吗？你为什么会因为人家戴口罩不好看跟他分手？我真的看到，
我看到那一篇文的时候，我真的是三观炸裂。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因为戴口罩不好看跟人家分手？不是啊，这种是超荒谬，真的是。什么叫做因为戴口罩分手？就是，我觉得他只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时机点。没关系啦，这种好奇妙。因为我觉得你戴口罩不好看，然后说我想跟你分手。我看到真的觉得不行哎、欸，干脆跟狗都交往。真的是，好了，真的要来念吧啊！十点半了啦，我怎么要播两？我播两个半了啦，我怎么讲那么开心？明天下午还，我真的是要赶快。谢谢听你的告白气球，谢谢耶耶嘿耶。好了，我真的要念榜。念榜挑战过夜不可能，我现在要早一点睡，我不可能过夜。水喝完，我可以等喝，我可以等念完再喝啊，我只要关播前喝完就好。全穿安全帽特别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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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直播，哦耶！恭喜恭喜！好啦，念吧。我好喜欢用 iPad 播，用 iPad 播，我的眼睛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我不用这样，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我就可以这样子轻松的播。谢谢第一名的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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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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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很危险。烟酒嗓，我真的很少人听到说喜欢我的烟酒嗓，大家都觉得烟酒嗓不好听。哎，我觉得不会，画画真的太难了，我已经放弃画画这件事情。少数让我放弃的事情，画画。谢谢第一名的数学课本，谢谢谢谢数学课本。第二名是林国。噔噔噔噔，等我打，先念别人哦。好，那等下再回来念。好，第三名是包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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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包子，谢谢。真的当真的说，你说放弃，放弃你推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对啊，我已经放弃了，我放弃，我放弃，我放弃。我放弃强调只可以推我一个了，对，我放弃了，对，就没关系吧，反正大家就是这么想，反正你们再怎么喜欢他们都是我的后宫，嘿嘿，没有啦。谢谢第三名的包子，谢谢。你们再怎么喜欢他们都是我的，好狡猾的发言哦，通通都是我的，嘿嘿。第四名是小英，谢谢小英，谢谢第四名的小英，谢谢，谢谢小英。小英放头贴嘞，之前是不是没有放啊？之前没有放头贴。推主主小慧跟瑞奇吗？我一定要让你以后也加上一颗栗子的。谢谢第四名的小英，谢谢小英。第五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请继续当小孩上霸王跟我妈妈的鼓励。不要啊，不要啊，已经不是可爱了，反正
未来会有我反正这里就是有很多大家不一样的可爱不会这么常出现的啦，我都长大了，我还在装可爱，大家也会看不下去吧？哪有人撒娇了那么久？不行，太怪了，不行，要长大，我们要长大。谢谢第五名的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五名的幻影战士。第六名是冲，谢谢冲，谢谢。哎呀，都很累的，现在人哈哈，可爱的小恶魔，嘿嘿。现在开始直播，要上班大家注意身亡的那个，真的哎，现在都不敢出门，太可怕了，口罩要戴好，真的没事不要在外面吃，我现在都尽量不在外面吃，都在家里自己弄，随便弄一弄来吃，太可怕了。谢谢第六名的冲，第七名是 CKU， 谢谢 CKU。谢谢 CKUNK CKUNK， 哎呦呦，痛！谢谢 CKU， 谢谢第七名的 CKU， 第八名是 Dragon， 谢谢 Dragon，Happy Monday， 常常照顾你，好呀，请大家照顾我，但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们在照顾一个巨婴哦，嘿嘿，到底是多想人家照顾？谢谢第八名的 Dragon， 谢谢 Dragon。第九名是 Popo， 谢谢 Popo。 我想要后背，所以行到想象视线开始， Nana 桑是唯一选择，对， Nana 桑我就爱 Nana 桑啊，对，我最爱可爱，可爱能不定时复刻啊，但就是可能现在就不会怎么可爱80%嘛，他可爱的比例可能会慢慢减少了，可能以前可能是99%可爱，然后0.5%性感，0.5%成熟，但现在可能是1%成熟，1%性感这样子，我们会慢慢调整比例的。啊，但可爱可能现在还是有98%嘛，那比例都会微调的。好想娜娜桑，超六酷，好想去。现在第九名的泡泡，第十名是益生菌。那常常没通知我们呢，我又提醒大家，但原来请继续你的表演，可以的，我会继续我的表演，用闪亮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耶、yeah ！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我怎么在唱？黑暗那一边的，我还不是唱那个好人那一边的，我唱坏人那边的。谢谢第十名的益生菌，第十一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个性很喜欢照顾任何人，非常漂亮都有啦，我现在是不是慢慢变漂亮了？就是可爱没有占这么多比例了，现在是比较漂亮了，自己说。谢谢第十一名的阿 Kira， 谢谢阿 Kira。第十二名是钟莹，谢谢钟莹。你两个人啊，希望疫情能赶快结束，我也希望疫情能赶快结束，好想找娜娜求背。谢谢第十二名的钟莹，谢谢钟莹，谢谢第十二名的钟莹。第十三名是 Ting， 谢谢 Ting。照顾你怎么会麻烦？今天好照顾你一辈子。这是什么誓言吗？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 Ting， 谢谢 Ting， 谢谢。第十四名是阿鹏鹏，谢谢阿鹏鹏，谢谢第十四名的阿鹏鹏。头天是我跟涵涵呢，一定我比较可爱啦。嘿，谢谢阿鹏鹏。第十五名是波晨，谢谢波晨。期待下周握手会，我也期待哦，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请答应我要健健康康的，然后消毒做什么都要做好，保护你们也保护我们。谢谢谢谢博晨。第十六名是冰车轩，谢谢冰车轩。哇，一周两粒子，
健康又养生，生鲜买啊，欸，好棒哦，我好喜欢这一段。魅力四射无法挡，一周两粒子，健康又养生，生鲜买啊。好，然后再来念最后刚刚第二名的林果，谢谢第二名的林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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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要负责任的照片人，化妆为什么人家照片女人穿？因为人家明天直播的时候刚好是合照会贩卖截止，你是刚好选这个时间。大家记得去买合照会哦！大家记得去买合照会哦！谢谢第二名的林果，谢谢。还有没有没去买的要跟我合照？哎，要合照哎，合照耶！牵着你的手是永久，哎，好像这样比较不伤眼，字比较大。这个美男，你们的推都是我的。可爱哪会奇怪？我不，我人家可爱是从内心可爱，我这种装的不够可爱。小玉已经上床在整身，真的吗？黑暗的变本，真的哎。需要好人的歌词吗？不用不用，我可以，我会的，我会的。可爱度没关系啊，到时候就会带名牌去的，谢谢啊。买名牌去的最后还是买了，耶、yeah! ！期待看到 AD， 期待。合照会有买，就是不就花费不到益生菌，想看到益生菌来现场啦。好啦，谢谢大家啦，我要赶快睡觉了。结果我播了两个半了，我又播太久了。好啦，大家拜拜，拜拜，耶耶。